Thank you.
为什么还是无法运行？这个数据量应该已经足够了，还是不能自主迭代吗？怎么了？喊你吃饭也不过来？抱歉，我没注意。是程序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要不要找个对象倾诉一下，把你的苦恼跟我说说，说不定会好很多哦。那辛苦你听我抱怨了。请讲。我感觉我已经上传了足够的数据，按理说它已经能够找出规律和逻辑，开始自主进化才对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最重要的一步学习却总是不成功。哎呀，难道是因为它的原型太笨了吗？才不是，肯定是我的思路哪里出了问题。没有办法轻易用程序模仿，这或许就是生命的可贵之处啊。你看他昨天还喜欢吃牛肉干追着我要，今天又不喜欢了。就连一只小狗的性格我都没琢磨明白，更何况你是要分析一个人呢。或许我就是连最高级的 AI 也猜不透的人吧。星星，你也这么觉得是不是？对了，怎么了？我给了你什么灵感吗？我准备把我们的对话都记录下来，说不定这些日常生活里的小细节可以成为工作中的灵感呢。感觉是个不小的工作量，像是我写日记一样。是啊，不过我觉得这是值得的。那你可要好好记录哦，不可以偏心自己，颠倒黑白。我怎么会？我们可是有证人的。既然想到了解决办法，就先出来吃饭再继续工作吧。这句也要记录吗？那如果我说话太多，不就成为你的负担了？不不不，你多说点，我喜欢。别太心急了，慢慢来吧，你一定能教会他的，我帮你。